天人上人无敬老庙天命，弥勒祖师方慈大愿慈悲，咱无敬奉愿天命圣人宫、板桥道场、台南道场、屏东道场、彰化道场、诸位道亲，大家午安，大家吉祥，以及咱一佛比幼兔，即慈善长老真贤道友，善男信女大德，大家午安，大家吉祥，啊，南无弥勒佛，请放掌。啊，咱板桥遮个诸位道亲吼，大家午安，大家吉祥，以及咱遮 YouTube、FB 遮善男信女大德，以及咱遮啊遮道友啊佛友，大家午安，大家吉祥。啊，今仔咱先生在上课进程来甲咱现场，以及咱今仔日伫遮观看咱 FB。所有咱的这个圣人教道场，以及咱的善男信女，以及咱这啊道友大德，咱彰化道场啊，即马是虽然有滴啊运作正常，啊伫咧供修，啊嘛有咧问事，但是遐还袂正式安坐。啊，咱的金尊伫上个礼拜就有回来哈，啊师傅昨昏已经有去到这个佛智殿，以及咱这个佛智殿的工厂的师傅。做比较细腻的评估，什么时候比较能够啊，在施作上能够安全，而且能够保证啊，做起来比较没有什么后顾之忧的这种评估。那因为咱那阵迄年上林是两笑高，木工是两笑二，金庙嘛两笑二，迄年济公话佛哩阵嘛两笑二，啊，那么即摆较大问题是咱的。迄阵迄年像上林两笑到迄阵，因为迄有一座桥啊，迄阵座桥是刻侪量，所以迄个座桥非常的大，所以迄块茶是用两笑字的茶刻起来，刻起来，而且迄块茶是个老茶吼。所以目前师座的师傅评估起来，它的湿度吼还高很高，就是这块木材还不是很干，它不是真大。所以师傅那个施工的师傅就有一点说建议我们，啊，不要太赶，免得以后施作起来可能会裂开，或者甚至呢会破裂吧，哈，会破裂吧。那么因为咱这种做安基的，不是做粉彩，咱规身拢是做安基的，哦，啊，所以讲这若破裂起来的时候，或者是撕裂起来，可能以后要施作也会，可能成本会蛮高，甚至呢会很麻烦，很麻烦。那么施工的师傅建议是说，我们他可能会在九月底，农历现在师傅讲的是农历哈，九月底或者十月初啊才能够啊就完成施作交给我们啊。那我们在评估之下，我们就答应他啊，我们答应他啊，因为我们彰化道场目前已经也在进场运作，所以不急的意思啊，意思要来施作这个啊或者安坐哈。那目前看起来，本来我们预估在农历八月要安坐的时程，可能就会再往后延，会再往后延。那师傅已经有拟定一个时间，可能会在农历的十月二十一日，国历的十二月三日，刚好星期日，礼拜天，啊，那天刚好是礼拜天，农历的十月二十一日，农历的十月二日，国历的十二月初三，都在礼拜日一天。咱可能会经迄工落去安坐，经工落去安坐。哦，可是咱板桥拢有做这个八八盘头，这个八八这个啊，甲咱现上人接收。你即款神圣座要去咱用中华道场去啊安，要去啊坐坐。所以，然后虽然咱咧安坐是十一月二日，可能但是未来咱中华道场拢会做这个八八，甲咱现上人接收，顺这个机会会当予咱全省所有的道场。会当汇集在咱彰化道场，啊，那个迄个上面接受，吼，那么举办一个八八中华盛会，伊这个也可以，哦，和咱所有皈依的道亲，会当来回咱道场来这汇集，吼，因为咱拢有皈依啊，吼，所以皈依来举办这个中华盛会都有意义，吼，因为咱本身拢有皈依这个弥勒净土，吼，皈依这个弥勒净土，啊，所以呢，咱会当讲咱彰化道场是咱的中央道场。咱皈依的地主，吼，会当传播转来咱这个彰化道场，啊，来汇集，吼，来参与这个吼啊皈依的这个因缘殊胜，而这个汇集，啊，等于说皈依弟子，皈依弟子吼，一年一拜的这个
啊，这个汇集交流哈、哦。那我们把它称之为选贤上人哈、哦。啊，因为伊拄啊八八过去是咧很亏，八八迄天开工等来，啊，咱拢个咧看咧八八的前后的这个礼拜天来个接受，啊嘛顺这个机会，会当互咱专省的这个啊道亲，皈依的道亲。啊，利用这个机会，会当来交流或者汇集，啊，来甲迄个上人三圣做接受，啊，举办一个莲华盛会哈、哦。当然，以后那是有这个啊，这个道友或者是友工啊，啊，愿意来这个甲咱迄个上人接受，咱嘛欢迎。不过这是未来的代志哈。以后，咱圣人宫中华道场将成为咱所有道场的这个中央道场，就是咱的这个。啊，目前就是以我们的总道场，哦，总道场，以后咱所有皈依的弟子会当利用，啊，咱一年一届这八八盘这个莲华盛会的日子，会当大家底下相逢相聚汇集，大家能够举行一场啊这个大汇集，哈、哦，把咱圣人宫所有的这个道场或者道亲会当互相交流或者互相认识，啊，这是一个一年机会。哦、那么因为中华要回来台北也近、啊、要回去台南中华也近、啊、这个屏东也近，所以在彰化道场我们看在礼拜天一天、啊、去那边住宿完以后当天就回来、哦、当天就回来、哦啊、就是说这个从不管往北往南时间上都不会很长、哦、都是差不多一半的路程而已、哦啊、北部的话、啊、人去吃饭顶多是3个半钟头或者4个钟头而已，如果以3点半结束，这边可能还是差不多7点半、8点半就会到场。那么台南、屏东可能在7点半左右就可能就回到到场，所以时间上可能都不会很晚，啊，不会很晚。那因为在中部地区，所以我们北部、南部去那边汇集一天的时间也不会很赶，哈。也不会很赶，啊，也不用那么早出门哈、哦。比如讲，咱那样要安坐，咱啊看午时的11点，哦，啊，咱这样呐，讲6点去7点、8点、9点、10点，都差不多6点、6点半、7点半、8点半、9点半、10点半，这样就差不多到位哈、哦。所以说，有时候我们可能就说，时间上也不用那么赶哈、哦，就不用那么赶。那所以说，回来不赶，下去也不赶，哦、下去也不赶。啊，所以说我们。彰化道场算是我们所有道场的一个汇集点，也是一个中心点，可能以后在交流上时间上也比较能够控制，而且一天就可以完成，不必有2天以上的时间，那可能大家时间上可能也比较好配合。这个是以上跟各位做一个简单的对彰化道场按坐的时间，甚至以后彰化道场成为我们圣莲宫八八龙华盛会的一个汇集的日子、哦、那以后如果有友工或是这些道友或者是说、啊、有这些善男信女虽然没皈依的、啊、想要回来参悟，我们也都欢迎，都欢迎，这样了解吧、哦、那么以后我们这边皈依道亲要去下去，我们可能就是会租游览车下去、哦、租游览车，到时候车是多少我们再做当时的啊，这个车价在做公布，大家怎么一天的应该都不会很高了，顶多1000多块而已啊。啊，开早时拢收1000，今仔1000爱多塔吧，我多。今仔可能我多了哈，今仔淡季哈，安尼南食饭哦，较早出去游览车1500就食个百斤，无两斤安尼无在食哈。那所以讲淡季，啊，所以讲可能我们会评估啦，可能也是1000多块而已，啊，一年一次没关系啦。哦，较欠的呀，了解哈，安尼。好，这个是我们以上跟各位做一个报告。所以今天板桥道场有在现场，还有没有在现场的人，包括台南、屏东、彰化道场，今天看到这个直播的人，你们就可以确定知道以后什么时候是啊彰化道场什么时候是安坐的日子。那新加坡有一些道亲想要回来皈依的道亲，师父已经有跟他联络。哦、如果时间太长的话，那你们先可以先回来皈依，然后在安坐的时候再看能不能再回来、哦啊、这个是新加坡现在目前有一个师兄跟师父联络，说他有很多朋友、
可能之前本来说八月，他说想要带很多朋友来皈依，那现在可能太长了，我是建议他是不是可以早一点过来皈依，然后这个爸爸那以后我们安坐的时候再过来一次啊，这个是他说他回去以后，因为他现在在大陆这个在做这个商展哈，那可能商展以后回去才会再跟他们那一些师兄师姐们联络，再确定看怎么样。这个时候现在我们圣莲宫现在有很多海外的这个华侨跟台商回来台湾皈依的蛮多蛮多所以说这个是我们圣莲宫现在的三宝心法普传到这个国际已经走向国际路线，这个是我们一个因缘殊胜的地方。好，那以上跟我们所有道场的皈依道亲及善男信女大德，或者是有在关注咱圣莲宫这个道友善男信女做一个简单的这个报告，彰化道场的安坐日子还有时辰以上是给所有道亲，以给咱善男信女大德这个道友FB 这个导游跟这个朋友有跟大家了解一下。好，咱今天进入咱的共修课程。那么咱今天的共修课程是要讲圣严宫龙华三会道场承天应命办理三座归宗的这个事情任务各位，咱圣严宫在办理这个龙华三会，就是弥勒净土的这个法门。咱确实是承天应命，承天应命就是咱有承天命，在办理这个三座归宗。三座归宗就是办理三座归依的意思。咱上道弃天，你看咱这有咧甲弃天行归依，嘛有咧甲咱的冤亲债主九贤七祖归依。咱嘛有提供咱的道亲，也是咱遮个啊，善男信女认同圣莲宫的法门的人来伫咧皈依，这叫做三座归宗。归宗就是归净土的意思吼，归弥勒净土龙华圣会净土，这个宗就是归弥勒净土宗的意思，弥勒净土的这个意思吼。那么何为三座归宗？三座就是讲天座、地座、人座归宗。各位道亲，一间道场真正有承天应命办到三座归宗，真真实实，这个是不简单。真济外口儒教一贯道嘛咧讲，真是行三座普渡。真济道教嘛拢知影，即卖是咧行三座普渡。佛教就较无咧讲这，基督教嘛较无咧讲这。一贯道所谓神佛护轮啊，嘛咧讲，即马是行这个三朝普渡，咱道教所谓灵山妹嘛，拢伫咧讲行这个三座普渡。三座普渡要普渡去倒位？一贯道讲的三座普渡，就是弥勒祖师从下凡人间平修万教归这龙华圣会，就是要归这弥勒净土。咱道教咧讲三座普渡嘛，是要讲这个，要讲这个龙华圣会。所以真侪灵脉拢伫咧行这龙华圣会。那么这龙华圣会是一个名词，你其实伊就是叫做弥勒净土的意思，伊就是弥勒净土的意思。那么圣莲宫因为承天应命，洪武经老庙天命降这个三宝，第二宝就是南无弥勒佛，真真实实的弥勒净土。咱的通天佛灵就是叫做南无弥勒佛。咱要以弥勒佛这个圣号，甲弥勒祖师的这个净土相依相应，而这个因缘，所以圣严宫伫遮，道真理真天命真，因为咱三宝有真，净土有真，所以咱三座归宗的这个圣母在圣严宫，因公办了非常的殊胜，甚至非常的这个大家非常的这个有感应。各位道亲，你看咱无论板桥道场、彰化道场、台南道场、屏东道场，有真侪善男信女，因为灵界的问题，
来咱圣灵宫处理了后，顺得到安宁，也有真济皈依的道亲，因为恁有皈依的功德，来度恁的历代祖先、远亲、祭祖，来这个天父院了后时阵，予恁会当得到医生检查无病，但是看起来敢袂是万病缠身的人工骨体的问题，会当来得到舒缓，会当予你有一个健康的身体。那么这证明咱圣灵宫的这个三宝有法度甲地做主灵，甲伊渡去天父院，甲伊皈依去天父院。地做主灵是如何皈依呢？当然嘛是借咱这道亲这个因缘来皈依。远亲祭祖当然是借你甲伊有冤欠的这个因缘，因为你愿意皈依受功德，予伊，伊才愿意放你煞。就是甲累世因缘者，因为你皈依的功德，伊才愿意甲你化解这段恩怨。你的祖先因为这子孙有求道，所以伊嘛透过子孙来这借口皈依，借子孙的因缘果报来皈依求道，这就是咱道地做的因缘。这地做的因缘，在咱圣灵宫，已经讲在咱四啊目前四经道场。几乎每个礼拜都常常见到有道亲的身上显现出冤亲债主，或者是这样祖先来皈依的这个神迹，或者这种显现，甚至于呢，很多东西刚好是被我们的这个影片录到，所以我们也有传在我们的这个 YouTube 或者 FB 里面，对不对？这个都是。真真实实的绝对不是伪造，或者说是去造假的。当然有些人怀疑我们是造假的，因为你很多人没有亲自在现场看到，有此想法我们也是觉得正常。那如果真的你怀疑那么大，那也欢迎你有时候可以多来到场多观摩，搞不好来过几次你就可以亲眼所见，来一次你不见看得到了，因为这个要显现也不是每天都有，这个有时候真的是神迹，有时候也是显现的时候，有时候是因缘具足才能够显现。那为什么我们彰化道场、板桥道场、屏东道场还有台南道场，在这一波疫情当中已经历经了三年多，不但没有退转，甚至于呢整个道场不断没有消退，甚至于呢所有的道场都成长。在疫情当中，我们只有板桥、台南跟屏东三家道场不但没有衰退，甚至于呢迅速的成长。再加上似乎因为疫情时间，政府在管制的那一段期间，刚好我们道场休息了三个月，似乎在台南道场经过妙家师姐还有妙真妙地师姐的这个筹划在那边开办了这种直播讲经说法的课程，开始进入了云端网路，打开了圣灵宫传道之路。在这种因缘之下，让圣灵宫透过云端网路散播圣灵宫的三宝因缘殊胜四大宗旨的理念，加上圣灵宫在所有的道场里面所显现的一些实证案例，透过视频云端广泛的散播出去，让圣灵宫这个法脉在整个云端网路上得到很多跟灵界有关系的共修者的共鸣跟认知，慢慢走向圣灵宫全省道场，来这边了解以后，甚至于呢来这边皈依求道，因此而改变了他灵光蔽体，甚至业障现前的一些业障毛病，甚至于病上。那也有很多道亲可能没有灵的问题，也在我们视频上看到圣灵光的三宝这么殊胜，既然灵界都可以皈依了，那么人来皈依绝对是百分百没有问题啊。各位，师父常常讲，你去佛教皈依，你去观道皈依，你去任何一个宗教皈依，
不等到你真的无常、哦、我们讲比较听懂，不等到你死的那一天，你还不知道你真的皈了那个法门有没有效，对不对？那圣严公要不要等到那一天？啊，里面如果皈以后，可以在这边常常在这边服务的人，就算很多业障不是在你身上现出来，你一年也亲眼看到很多道亲的身上现出业障，这些灵障的地草的诸灵来这边皈依以后，这些道亲都很大的改善，甚至呢得到啊这个平安。为什么灵愿意跟你结束你累世的这些冤债？那当然他知道你皈依的功德绝对是真真实实，净土是真，他才愿意放过你。甚至于呢，只要你答应在这边认真修行功德回向，你都可以得到的平稳与安定。各位道亲，从很多因缘之下，我们见证了真实，见证了三宝的天命跟净土的真实。所以说我们来圣严宫来皈依这个三宝，我们是不是真的可以了生脱死，甚至以后能够到龙华盛会弥勒净土？其实不用等到你死那一天才能见证，只要你皈依以后，你不再犯十恶，认真的修办，认真的啊，这个来福至道场共修共办，不断的修改自己的习气，慢慢在这种修行当中不断的减少你的业障，保证你了生脱死，甚至可以回归弥勒净土。灵界只透过你发愿皈依的这个功德，就已经得度天佛愿了。那你如果发心皈依，甚至于呢认真参与修办，这个功德是比你当下发愿皈依的那刹那的功德还要来得大。这些功德除了你的冤亲债主与祖灵跟你共享以外，最大的成就就是你自己。所以我们圣严宫的三宝透过这种因缘，让很多人证明了圣严宫的三宝的真，天命真，净土真，弥勒净土的因缘殊胜，弥勒弘慈大愿慈悲的因缘殊胜。我娘说师父是弥勒的化身来人间，所以师父自称为弥勒借身，是因为师父的啊这个缘缘跟弥勒有关系，所以今生今世成弥勒天命，母娘天命来传弥勒净土，这个搞不好也是因缘，是不是真的？有时候讲这个可能你们看不到，那么你们也不必去看师父到底是不是真的弥勒来转世，重点是我们的弥勒净土是真的，这样了解吗？所以师父是什么人来出世不重要，重要是我们的三宝经，我们的三宝也不用来强调师父是什么人来出世，这样我就成就。各位了解吗？是不是提倡弥勒净土也不一定每个人都是弥勒来转世，我们的学生很多现在也在传弥勒净土，妙龄我们帮助妙龄妙妹妙母妙安等所有圣母人员在这领导的这些道亲，他们也是在传弥勒净土，我们都因大家都弥勒祖师来出世吗？不是、哦、但是他们都是活菩萨来转世、哦、我们台南的庙家庙地庙界庙真、哦、还有、啊、最近才新进去的几个、哦，他们也都是在办事的时候可以为大众皈依，是不是在传弥勒净土？我们屏东的庙莲庙业庙界还有庙境庙主庙莲，还有一个敬贵师兄，对不对？他们也都是在屏东道场为大德服务，我们彰化道场现在有庙迷庙景，还有一个啊培乳师姐，还有最近才去皈依的两个新的啊圣务人员，他们是不是弥勒化身？讲是
也不是，但是他们弥勒净土是真，弥勒净土是真，这样了解吗？哈，那圣莲宫的十方宝心法是弥勒净土，龙华三会的道场就是什么？圣莲宫就是一个弥勒道场，就是一个弥勒净土的道场。你进入了圣莲宫，如同进入了弥勒净土。这是有根据的，师父不是乱讲。为什么师父敢那样这样敢大胆讲，你入圣莲宫如同入弥勒净土？在咱台湾，在去年年底才涅槃啊，成就佛道的一个净空法师，他曾经在华藏电视台弘法的时候曾经讲过，在宇宙间有千百亿尊佛净土，讲在宇宙中有千百万亿尊的这个佛净土，唯一有两尊佛的净土，具有凡圣同居土，凡圣同居土。何谓凡圣同居土？就是叫做天上有净土，人间有净土。哪两尊佛？第一尊法藏比丘阿弥陀佛的世界，第二尊弥勒佛龙华三会的世界。就是你皈依求道以后，你天榜挂圣号，你灵籍在天佛院，事实上你已经在凡间净土了，这个叫做天地人间封神。所以一贯道正来讲，三级不及别样级，是人间封神、瓦人封神的时代来临。一贯道讲，上天要经三千六百乘八万四千人，在人间封神定国。简单讲就是，这世人在人间修人间德，不是死后才封神。这是一贯道忽然就安尼讲。佛教嘛讲，咱爱修道修到念佛往生西方净土，就是安怎？伊讲你皈依了，你就佛菩萨，你唔是凡夫啊！各位道亲，你也看恁在圣莲宫皈依了，恁的远亲祭祖甲恁的祖先，被开龙天表走去甲天父院，去天父院是做神啊，做鬼？做神。做神，这是不是在圣莲宫这里面的净土？这样我就做一家的工作，这是不是人间奉行？各位您皈依了时，咱老母娘给您施法号，又给您开龙天表，给您送去天父院中，在那给您挂号在这天父院，这叫做金榜题名，弥勒佛。您在人间已经给您定过位了，只要您在求道了，永不退转，能够共修共伴扶持正道，好好来共修共伴，最后咱绝对有法度回归天父院，在那天榜挂圣号，龙华三会，大家成仙做佛。各位，这绝对不是一个梦想，或者是一个遥远看不到的一个想法，因为您在圣莲宫拢看得到您的祖先远亲祭祖来这皈依得道。既然您的祖先远亲祭祖我来圣莲宫皈依得道，那么这个道就是真，净土就是真。阿弥陀佛，问您一句足简单的代志：您这道亲来皈依了，您的远亲祭祖甲祖先都予咱道去天父伊做神，请问伊甲圣莲宫有做过什么工作？无。敢若恁发心要求道，这个功德呢？各位，看恁发心要求道，这个功德有大无？所以过去释迦牟尼讲，一人在凡间发心求道，三千世界诸位菩萨奉公甲你加持，你知影这点心的动力有偌大？你发心求道，这点心的动力有偌大？震慑三千诸佛菩萨为你赞叹，然后你若再加上你会当好好共修共伴，了愿归位，诸佛给你扶持，诸佛给你加庇，
诸佛给你保佑护持，让你平安无灾，甚至于呢能够了愿归位。各位道亲，人性人宫是属于一个较特殊的宗教，不是像一贯道皈依是静静无感觉，嘛不是参像佛教念佛无感觉。圣人宫皈依了是有甲咱的先天主导灵相依相应，互你非常有透过这个灵体感应，感应到无形界先天界的存在，真真实实互你印证到这个道的世界，互你印证到诸佛菩萨在咱身躯边。日夜咧，甲咱加持护佑的事实，咱只要心存善念、正知正见，绝对有求必应。哎呀，师，我求道，但是我无啥感觉。各位道亲，师听讲，给你一句参考：你求道若无感觉，表示你求道的心有两种方向唔对。第一，你求道了时，你对这个法门无真正深入，甚至有信心，你才会无感应。第二，你的追求是下低下贱，所以你才会迷失妄想。如果你若正低正贱，一门深入，彻底深信弥勒法门，你绝对有感应。师家伫遮断言甲你讲一句话，以咱师班都正济人呢。我发觉到真用心在咧修行，即个道亲，大家非常有感应。但是师嘛拄到真侪道亲来哀哀怨怨咧讲个师听，但是师慢慢甲了解个，即个道亲咧修这条路上，拢是三心两意。即甲咱的心都有关系，所以古早人听讲一句话：有诚则灵。一句话，不是一点仔道理都无。你看，咱若要去西方净土，咱来一心念佛，才有往西方净土无？有无？释迦佛甲因讲，咱若专注念佛，你才有去到西方净土。这个专注是毋是要有诚心？有诚心，你才有专注嘛？是毋是啊？你莫安尼皈依万百的法门，我连咪皈依这个达赖喇嘛，连咪皈依哥玛八千诺。念咪皈依这个啊，卢圣彦；念咪皈依正言法师；念咪皈依佛光山星云法师为一个老和尚，对不对？念咪皈依一贯道十八基山波光法印，对吧？兴业是不是？拢总招来皈依到尾的时阵呢？业障现前无常来留一刻，因为你的修行无一门深入，所以你的心凌乱。在当初那时候，他刚听念阿弥陀佛无感应，换念无太有弥勒嘛无感应，过来念唵嘛呢叭咪嘛无感应，对吧？啊，你咪无感应，其他别人拢有感应，因为你的心无专注，不是法门无感应，是因为你的心无得感应到这个净土。为什么？因为你平常无用功。古早人常常讲一句话：平常都爱认真打拼，才有法度相依相应。唔通安那临时抱佛脚，是毋是啊？虽然皈依了，爱认真修持三宝。哎呀，免，要安那修持三宝，在家中修持三宝，不一定都爱有灵动，不一定爱有啥问题。专注的修持念佛，南无阿弥陀佛。专注修持三宝，让你会当去举玄关。咱的心灵魂啊，对玄关出去往生无极弥天天为院。咱的灵魂啊，对天灵挂出去往生去天。对咱的这个胸坎出去往生这个人间。那是对咱的肚脐出去往生的五鬼道，脚头出去往生的畜生道，脚底出去往生地狱道。对耳孔出去往生在胎生的世界，对目睭出去往生在这个卵生的世界，对出去吹出去往生在湿生的世界，对鼻孔出去往生在化生的世界。各位，咱的身躯五门六窍
干那玄关是通天这个字咯，这是通天门，而且是通无极立天的天门，唔是七这个天灵卦是通这个三十三天的天门。三十三天是气天，各位要注意。有诶，赵灵山人讲哦，师傅啊，师姐啊，我昨接到三十三天的来，三十三天的来，你感觉足欢喜吗？你是唔捌来，感觉足欢喜。三十三天就气天，然后什么？无得到呀，是毋是？你有啥物通好欢喜？了解无？你是来互你卖呢？你讲我三十三天足大诶，三十三天安怎来？东四天、西四天、南四天、北四天、东北四天、西北四天、东南四天、西南四天，四百偌济？三十二加中央木基土，叫做三十三天。全部是气天的东西南北中，东北东南西南西北中，安尼尔。无离开到这个天道，有离开了天道无？所以真济灵山讲，我接到三十三天，我是三十三天的阳上帝，我三十三天的太子，根本无得到，你免怀疑。书讲的不是书去否认，这是佛祖讲的。三十三天是天道，是天道。什么叫天道？六道里面有天道、修罗、人道、畜生道、五鬼道、地狱。这个天道就是六道其中一道。既然六道有轮回，这样有得到吗？就没得到嘛，是不是？没得到，你们追求什么？有什么通好追求？所以各位走灵山界，那天天恁俩三十三天的，这个然后听到目睭白较金的，因为恁拢惊对着回路去，恁拢对着对着这个流动六道的这个苦海下去。就算哦，你有善心善念，你游玩在天道；啊，你若无善心善念，三十三天是骗人的。为什么骗人呢？这个教会讲修道人，那是讲过五万嫉妒怀疑，这种拢是在修罗道。各位，就算你无犯十恶，但是真济灵盘修就这修道者，比官比阶是嫉妒无？讲过五万有无？这是不是拢在修罗道？因为佛祖来讲，讲过五万嫉妒，这拢是修罗道。阿修罗不是什么歹，所以阿修罗讲阮的三圣道内底，三圣道就是天道、修罗、人道啊，是不是？阿修罗是一个足认真修行的人，但是就是这点脾气无改，常常咧跟人计较。嫉妒，讲过五万，无两波折了，感觉我外高，行东往西，敢那我拢第一名，是不是？那是不是讲过五万？是。这种人会成就无？未成就。为什么会安尼？因为无正道，无法门，才会安尼。大家拢咧比神大，对不？拢大到倒位，大到倒位去。大起甲阎王王做兄弟，安尼有够大无？有啦吼。为什么事安尼讲？圣人讲这个莲华圣会灭了净土，咱这指导灵有观世音，有王庙，有佛庙，有三清道祖，有济公师灭了祖师，甚至有木公老祖，是不是？嘛有无敬老庙，就是现年上林。是不是？安尼有大无？但是要去对，果你偌大嘛，是去面对净土，所以就无什么神大的问题，干那净土统一，这道这是真。果你修什么神、什么佛，来这做你指导灵，最后你赶快来去莲华圣会，安尼圣人讲修行有神比官比阶问题无？那无道统，达位都咧比官比阶，你唔通无相信思维话。
树林山较早嘛行足侪年，是毋是？大家拢咧比相信领较大，领我第几天诶？是毋是？有意义无？有意义无意义？因为你拢落落在轮回诶因嘛。你念十三十三天，你看我在灵山街拢讲，有我诶三十三天诶太子呢？太子阁有分三十三天，无毋对，太子确实有分三十三天、三十二天，甚至第几天，拢确实有分，这是无毋对。但是有得到无？无，伊还无得到。那伫去天，你算较悬小寡，无毋对。就敢若亲像人间，来比三十三天做啥物？公务人员，是毋是？三十二天呢？啊，即个老师教授，是毋是？啊，那更加加做工的人。人间就是安，迄叫做福报，了解无？福报，只有轮回天才有福报的这个层次悬较低，是无？咱若拢有早起甲暝的净土，有分悬较低无？有啊无？讲无嘛，无影无哦，有九品莲台哦。你若功课无够，你是伫下品哦。功课较有够咧，上品、中品咯，是毋是？安尼有差无？但是上重要是无轮回，无轮回是一个不生不死的世界，不生不死的世界，讲清楚无吼？但是咱若我着究竟生活佛性平等，拢坐在九品、上品在内，所以咱伫咧努力个就是即、這个。咱的努力就是这个，咱后壁直接行光了完，就是希望咱的灵魂会当正业，最后会当达到啊至高这个啊九品上升，达到佛性平等。这日后咱拢有法度在佛性平等当中，咱具足一切佛的这个智慧甲妙法，未来甚至可以承认再来人间度众生。是不是？各位道亲，龙华三会一道场，真外口自称龙华圣会道场，已经讲几家了。对台湾头甲台湾尾牵绑起来，龙华什么道院，龙华什么阿宫，龙华什么堂，足侪。但是你入去好好甲伊问一下，龙华意思是啥物？十个九个袂用甲你回答。啊，恁来遮回庙，就是龙华会。即下无若拜母娘诶，就讲母娘咧主持龙华会；若拜先贤上人诶，就讲先贤上人咧主持龙华会；若拜皇君老祖，就讲皇君老祖咧主持龙华会。那拜地庙就讲地庙咧主持龙华会，那拜祭公就讲祭公咧主持龙华会，对无？是毋是？伊个道场是伊咧主持的，无毋对啦。你只主神像着伊咧主持，但是龙华会是啥物人个净土？伊个净土，这点因着讲袂出来。哎，即摆有个人咧视频内底拢知后面的龙华会是咩个净土，甲不过即摆听我讲完，伊会晓讲啊。但是你甲问讲，要安怎求法，要安怎求道，伊就无一定传得出来。人灵山来叫你伫遐坐，你就接到啊，你就回到啊，还要死较紧，是毋是？还是我带你去对领啊？三宝会当领的吗？敢袂当领？敢袂当去倒位会去倒位领？三宝是爱求道、求法、求名师打开咱的玄关灵窍，求名师甲咱授记。弥勒祖师过去释迦佛就讲，无法众生要成就圣道，具足两个条件：
第一爱求寻求名师求道，第二啊一门师。当你求道了后时，你爱遵循迄个法门，专心专注学习这个法门，叫做一门深入。但是一点就叫你爱寻求名师。什么叫做名师？上天应允的才是名师，上天才有给你承认。你为众生皈依，才有迄个开出龙天表，才有效。啊，无你啊，看咱一只开龙天表，有法度渡去天如意。啊，无你北京工地，你照咱方式，你甲开看有效无？你看过去三年报道场嘛，伫咱圣人宫分出去的。你看离开圣人宫了，都办袂起来，为什么？天命是输领到的，输了搁第二一天，天命拢在我遮。你离开圣人宫这道脉，你代理天命这个字都叫收回来，所以你传袂出去。这个一贯都讲的同款。顺寺庙在的时候，过去张天任涅槃的时候，所有把张天任领天命的这点传书，全部拢爱来把顺寺庙定领天命，这道理是同款。是不是？所以这个行天应允，应时应允，才有法度普度三族。这个真理，这个道理，咱若捌，你着求道，你才有目标，你才会清楚。你若唔捌，你甲底下哭哭当中撞，哭哭对人跳，你嘛唔知你咧跳啥，跳对阿鼻地下起来，你阁跳啊足欢喜，是唔是？常常伫遐咧，我领三十三天诶，地下嘛有分几啊三天呢？地下嘛有九品年代呢，你敢知影？地下嘛有九品年代，爱注意啊！九品年代唔是干那天顶有，嘛唔是去天有啊。六道内底拢有九品年代啊，人间有九品年代无？有啊，做总统也是上品上升啦，对吧？啊，无恁大家敢有咧做总统？哦，变咧做乞丐，迄个下品下升，是吧？安尼有分啊无？人间嘛有分九品啊，那无？是毋是？去天有分九品无？阳上帝就是上品上升嘛，对吧？天兵天将的下，就下品下升嘛，是不是？有分无？有。地界有分无？有啊，做监督往了上品上升啊，对哦。安尼只钱有多山，钱有顶了下品下升啊，是不是啊？啊有分啊无？所以你若布施做了好的人，福报大的人，死后在地界做鬼王，这是事实。但是你师父说做鬼王也不错，你就要做去了，是不是？有人我一次跟人开讲，说做鬼王也不错，专门在那打小鬼了，你看这种人心存恶念，我们死后就是要凌迟人，是不是？对吧？那种人你如果这念心，你就在那里打，不是你在打人，你在说他，是不是？了解吗？各位道亲，所以十法界拢有九品，十法界拢有九品。你看菩萨都有分做十地菩萨，为什么分做十地菩萨？这同款有九品，对吧？初地、二地、三地，一直行到十地菩萨去。这有九品无？无九品，他就讲十地菩萨，就讲菩萨就好啊。佮有分几地、几地、几地、次第，对吧？是不是？罗汉果有分初果、二果、三果、四果，果有分。释迦牟尼在世的时阵，伊讲伊的徒弟真侪种阿罗汉果，有分初果、罗汉、二果、罗汉、三果、罗汉、四果、罗汉，啥有分？各位，恁对阿罗汉真侪无了解啊！阿罗汉其实就是四圣道啊，圆觉、声闻、菩萨、辟支佛，是不是？阿罗汉现在无得成就，无得成分，真侪阿罗汉现在无得成分，会变阿罗汉，伊的修行的这个根基有深无有，但是现在无得成分，因为因一生中自私，
虽然无什么恶念嘛，无嫉妒心嘛，无讲过五脉，但是自私，安怎自私？师姐啊，你收下我经道，唔啊，我不爱共担个，我家己收啊好就好。这是佛祖讲的啊。为什么因进入根基无来成佛？虽然真认真精进修行，但自私，未用弘扬佛法，未用度众生，干那自利于家己，才进入咧阿罗汉果内底。这个自私，是不是？无利众的这个自卑心，所以永远无法度成佛。各位，所以利众重要无？利众有重要无？所以恁求到了利众，这个工课绝对爱做出来，无在你咧求，无在你咧求，这点咱都要注意。所以咱求道，咱发心要来遮辅导共伴无？安尼咱才有法度做到利众的这个工作，来互家己成就一切功德，最后才有法度成佛做主。虽然弥勒祖师的这个净土法门因缘殊胜，但是嘛爱靠家己的根基来安怎来弥补啊？因为咱拢带业求道啊。谁讲师讲恁拢带业求道？恁来遮规个规个拢是病种现前、冤亲现前，这是带业求道无？过乎你无病种、无冤亲现前的，你过乎你做人你都有业障。你为了啥在咧烦恼无？为了惊死死在咧烦恼无？为了辛苦病痛在咧烦恼无？有啊吼，钱伤侪嘛咧烦恼。你敢问讲钱伤侪咧烦恼安怎？烦恼出门唔知去用阿去无？是毋是啊？烦恼后摆死后遐钱特别哪分啊？是毋是啊？你拢想袂开诶，无钱会烦恼无？无钱会烦恼无？无钱嘛烦恼，是毋是？所以万物拢是烦恼对无？是烦恼无？所以释迦甲伊讲，世间所有世间万物啊，尽我所用，非我所有。目睭看得到，拢会当互咱用，但是你抓袂去。所以世间万物尽我所用，非我所有。这个我来跟你讲这句话啊，万般抓袂去，莫执着，叫咱唔当执着一切万物，是不是？一切要顺缘自根自缘。所以咱今日我都坐伫只求道，有福气无？你嘛无为着钱咧烦恼啦，是不是？真有嘛无遐烦恼啦，是不是？对不？啊，嘛袂为着想侪钱咧烦恼啦，因为放下，搁互你有诶人嘛放下，是毋是？你讲咱咩物事侪？顶年来开业成功，师傅本来要过来开一间店，好无？我娘讲当然是真好，凭你诶实力。但是伊听师傅讲，富贵有道，这是真富贵，就爱看会开好啊修行，万般炸袂起，伊决定迄间外搁开啊。伊讲国开的只会累死我而已，对唔？哎，放下面，对，这人嫌钱愈济愈济愈愈愈会愈无爱。说过道亲，老母甲恁讲一句：你若有福，钱对你走；你若无福，安那，你对钱走，是毋是？迄有福气的人，是四脚钱咧约你。无福气的人是你咧约钱啊，是毋是啊？所以修道有福，你毋免惊你啊呐，无富贵啊。所以福是爱靠修来，毋是求来。真侪人拢各国求神拜佛，求母娘你的慈悲，互我生理较好咧，对无？母娘你我身体好，你啥物拢毋做，敢求得要好？咱这世间都免有定因果啊，是毋是？大家拢来求神就好啊。甲物件会求伊，求到要来做神嘛会求伊，对无？有哦，师姐，你后壁对条囡仔灵哦，要安怎摕十万来封太子，是毋是？我台南顶面才办一个，摕30万，迄条囡仔灵封太子，哦，祖先封太子，
放一个无好势，同款安那凌乱，对。师傅甲处理哦，佮甲讲，师傅我唔知迄30万个套都当我唔好啦，你安去冤家啦，是毋是？都当做你顶世人欠伊个，是毋是啊？对吧？但是师傅嘛，你这样讲，你莫无智慧啊，摕钱买高位，你相信吗？既然摕钱无来买高位，摕钱无来买福报吗？干来买福报？有，但是要看看安怎买。那这点我甲恁强调，恁若布施一个好的道场，一个办道，那是有福报的，是毋是？所以说，开文讲布施要有智慧，是毋是？较早咱只有一个前书县师姐，伊拄来圣人宫的时阵，是非常的艰苦，伊拢甲讲师父。我较艰苦，所以我付出的无来交，我无要紧。你若有，你才交。但是伊听师父伫咧讲，人爱懂得布施，才会累积财富。伊搁较艰苦的接出来做付出的，即嘛伊个囡仔大概拢做好过，家己咧公司先甲做主任。啊，你若啥物拢唔做咧？你若啥物拢唔做咧？你何必得对来？甲咱求倒来，老母明明都甲咱讲，福是修来，毋是求来。这点咱来小心阿免，阿阿免。所以金钱有得买福报无？有，不过爱买福德，毋通去阿甲人强业。明仔这书伫遐骗人怪人，你就当作啊，阮这是甲母娘啊赞助道场的，迄茶堂也袂讲话。真相在开，甘无娘在开。今天圣人讲师做不对嘛，我在开，甘无娘在开。你拢讲我要提无娘，甲无娘报喜，无娘免你报喜，无娘的银行比你存较济，伊才叫你报喜。咱报喜的目的是要转动这个法轮，为什么？因为有道场叫我来转动法轮，道场要开销无？这种布施就对，但是这个道场若直接骗人怪人，你布施这有强恶业无？你若卖个布施，早就关起来，伊才有机会我直接骗人，是毋是？啊，就安那有恁这个戆人，安那狂妄提伊，伊才继续骗你，对啊，就是安那骗了安那，安那，咱台湾人讲骗了会杀怕啦，是毋是啊？啊，你若较有智慧的，伊就骗无你落来啦。是不是？师父讲有道理无？这世间宣传会靠诈骗集团骗去，你若无贪，你拢叫骗袂去。你看叫骗的拢教授，哦，这都在做老师的，对吧？那知识分子呢？贪，啊无伊敢偷个无够巧，有够巧无够巧。所以人若卖贪。就袂去行唔着路去，啊！你若去布施道场，是啊，去人强恶业，看安那只观能善知，这师姐对我较好咧无？主持来看对我较好咧无？迄主持做了无正，你去判迄个缘无效，师父甲你讲，是毋是？做无正，你判迄种缘要怎？看无娘起家对我较好，迄种是鬼，毋是无娘，你爱相信？无娘绝对袂安尼做，是毋是？无娘过会敬人，钱关较济才对你较好。干咩啊？呢，凡夫，是不是？咱这种境，恁都看不出来，是不是？神的气概，搁着看有钱人才对伊较好，这种是神吗？是啊，不是？是。恁今晚才知影，不是啊？较早恁拢无安尼认为啦。红路啊，我无你要起庙哈、啊，你要去菜市啊，负责甲我叫偌济啊，啊无你功德无够啊，对无？是毋是？啊恁姐啊，对无？我无你要起庙，你无钱去啊，艰苦是要创啊？是毋是啊？啊你若在起庙，你著讲哦，大家赚大钱，毋免去菜市啊共招，是毋是？你看人租者敢著去？租者较早人个菜市啊招的是咧做公司，毋是咧起庙的。哦，咱来甲讲个清楚，人伊咧专款专用个，
人伊组织台湾全省精神，较侪警官着去菜市啊叫害伊，毋免人迄拢功德主观的。虽然讲即个中华道场去甲大警官着叫恁去菜市啊害伊，毋免啊，为虾米？大家有福报，是毋是？至少做会出来。干嘛？干嘛？实际一本给你哈，啊写完咯，将摕一本拿出来。我恁这委员五六百，那大家叫等也袂少，是毋是啊？敢能安尼做？啊，有地位阿面，所以布施有福报无？有，唔怪布施好得，布施好得。像我讲咧，中华处理一个事情啊，以前算真严重，但是甲看起伊嘛后壁可能会严重。伊就问某娘讲要安怎，伊讲你要去做布施延寿。伊讲安尼，伊是一个公司的董事长的夫人挂执行长。伊讲我布施做足济，做济嘛有做。伊讲唔是，因为你已经命在旦夕。所以你要去布施跟生命有关系的东西，但是千万唔能去放生，无你个提醒。伊讲恁即卖放生，甲较早拢无共去啊，拢去叫菜市啊，吩咐叫人甲你掠。诶，人本来伫遐活好，你讲掠来，迄种放生有意义无？迄毋是放生的杀生啊，因为你家掠等下阵换一个无同款环境，伊无一定活会落去。你看山顶的这个诶动物，甲掠去放海底，迄它会活？嘿，活未啊？是毋是淡水的鱼，甲伊掠去放海水？嘿，活未啊？嘿，安尼是杀生啊，放生。杀生。释迦牟尼佛当初咧提倡放生，是讲咱拄啊行过，因为古早时代时无像真遮进步，足侪拢是去山顶伫咧拍来掠来，来伫咧卖即个山产海产，是毋是？咱经过拄到的时阵，发一个慈悲心，甲伊买起来放生，迄叫做放生，是毋是？迄种放生才有意义。但是咱台湾即卖放生拢变掉去。实际恁过去哦，师讲哦，七月十五要举办一场大场的放生哦，今日哦，恁大家去走场，要哪走场？菜市啊，卖鱼啊，紧去联络啊。对，我要爱几尾活的。卖鸡嘛，去掠山鸡，看要掠几尾、几只，是毋是？卖蛇店看要爱几尾。人本来伫遐活好好，因为恁遮要放生，拢叫人动员去山顶掠，掠掠才过来放咧海底哦死。安尼是咧放生咧放生。各位恁个注意看，做人啊换一个所在，你都困袂去啊。何况一个动物啊，环境无同，伊是无得生存的呢。你看，迄白纸熊呐，来台湾是袂活的，是毋是？因为天气无够凉啊，对不？动物有它生活的属性啊。恁有了解这点无？所以放生有意义无？啊，无意义，无可能。甲讲安尼，伊讲安尼无要安怎？伊讲吼，你会当去关怀这种长照机构。迄老伙仔无人照顾，会延续生命啊，是毋是？用长照机构的外口私人骗人做者，你不要去政府遐做，政府敢敢骗人？所以你看，人要找一个所在布施，都爱找着所在呢。人要做放生的工课，嘛爱做着呢。所以布施爱有地位阿面，放生爱有地位阿面。你们听到人对一个法师足出名，居然放生都甲人磕个撞。师直接跟你放空，师无意思批评伊。但是恁若捌做过这种工作，恁家平常心想看卖，恁是毋是拢亲像师咧讲安尼做？若是种今日也毋通做，因为你做毋是放生，你是咧杀生。你要相信师这句话，因为你还去生活一个无同款的环境，伊无一定会活。你看偌济放咧海底。经过一款海洋学家研究起来时，足侪遐物件拢无活，很多没有办法生存下去，对不对？啊，恁这种出发心到底对啊唔对？对啊唔对？啊，师迄法师叫阮做，甲无关系，啊，做强业咱会使无关系，是毋是？
您这课若听完搁做，就甲你直接有关系啊，因为您已经有听师傅讲啊，您搁安尼做，安尼你就罪加一定，罪加一定，听有无？古早人讲无知食无罪，无影无知食无罪。你敢有台西人讲我无知台西人无罪？敢会？敢安尼？同款有罪，讲无知食无罪，拢骗人诶。咱伫世间法来讲，敢会讲我安尼无知台西人也无罪？敢有？同款有罪，是毋是？判较轻安尼尔，哦，那忧郁症诶，判较轻安尼尔，对无？是毋是啊？他也无罪哦。无吼，啊！即卖恁已经知啊，有做啊无？有做啊无做？恁已经知啊，这道理已经知啊。啊，若阁安尼做，啊注意啊，啊注意吼、啊。师傅唔是甲恁吓，师傅讲的是真理。恁今仔听师傅讲安尼有真理无？无真理，恁进当场甲师傅吐槽也无要紧，是毋是？所以外口拢咧流行放生，即几年有较退潮去，因为被攻击。其实即种做法咧，拢要小心。在最近了解无吼？虽然做善事嘛要有智慧，布施嘛要有智慧。咱今仔要放生做善事，要布施做善事，拢要有智慧。袂使安尼定定人，举一支旗，一日了对人哭哭走，对唔对拢无咧分。是毋是？台湾的修道人真拢毋是安尼吗？人若大旗一当，你若走当，一西你若走西，拢无咧想对甲毋对？安尼敢好？无好，无迄、那个咧无智慧，安尼清楚无吼？修哪有智慧无？啊有智慧，所以今日讲到遮，圣人讲龙华三昧这个道场，承天应命，办理三座归宗。有真无？有。啥有真？恁有用智慧去看无？有用智慧眼去看无？有用智慧心去体悟无？有啊无？有。有安尼，恁来讲有真，才通讲有真。恁有体会着无？有。安尼才通讲真。恁莫讲半读不懂，甲对人安尼发声，安尼不对。虽然你只只皈依，我嘛无希望你安尼。我希望你发有迄句话，你啊真正对圣人讲的三宝有体会、有了解，你才通发有。无你点点卖因为，对啊。等下再来问师姐，你那发的大声是什么意思？伊就讲我你听，爱、了解哦。所以这句话就甲恁讲，咱来皈依了是咱的三宝爱精修无？爱逐工去甲熏习无？心习就是不断的练习的意思。孔子讲啊，修道要哪成道？伊讲，欲守贤观，不须以礼，不须以礼，大道成也。这个欲守贤观，不须以礼，大道成也，就是讲，不须以礼叫分秒不离的意思。这是咪专注？是专注啊，唔是？这句话叫做专注。所以恁求道求三宝了，爱专注无？爱认真精进无？爱不断若有用，就爱叫信息无？啊是若用拢伫咧追剧。我看恁拢追剧较侪咧，对啊，看到目屎流目屎滴，是毋是啊？放下，输袂骗恁。迄哪看读家哪烦恼，看伤侪个入戏啊。啊，输较早少年嘛经过呢，看布袋戏，看到暗时啊会认民梦，民梦总见人家输也门咧笑吧，迄个入戏啊，安尼忝啊未啊？人家我若要往生的时候，看到总见咧输也门咧笑吧，会死无？啊，温死的，温死的，温死的。所以通过追剧下面，千万唔通追剧，看一个放松头，啊，唔好看到未去，三宝要认真修。三宝要认真修，把迄做字浪费时间，爱认真修三宝。啊，无恁读过来拢咧做字，对无？今仔工课做还袂完，哎呦，七点要到，我等下等唔得会赴无？会忝啊，袂忝啊？有人做字甲安尼无？有啊。
哎嘛，我这一看电视卖货，手机啊来看连续剧一看，安尼看到目睭要天光啊，哎，无困者，等来上班呢。安怎干呐？看啊，忝忝啊，过长工者安呐？无精神。各位，恁修道呐，这认真，你免惊，你袂做佛祖。恁要相信师父这句话无？恁若修道，参像做字这认真，你唔免惊，袂做佛祖。各位道亲师兄要讲这句话，因为咱修道是为了了生脱死，你做字是为了了生脱死，你要爱啥？较早师父嘛做好做字，今仔唔啊？是唔是啊？较早师父内底一间。在房间一台电视，因拢问讲：“师傅，你咧看啥？”我拢看气象诶，看明仔载落雨无？看完就关啊，是毋是啊？自师认真办道以来，迄台电视喊你开过啊，是毋是啊？对心咧更加歹去啊，对无？师傅，咱最忌啊，伤心啊，只要干扰到咱诶不适点啊。我们的不识点中都染湿了一些不应该有的一些景象，这个很惨呢，这个非常严重，各位要注意啊！你的八识田中都不是弥勒圣号，都是罪迹啊，是不是啊？就像以前师父在看布袋戏啊，对，都在等那中道紧到要来看师父演门啊，是不是啊？啊，今晚说完真啊，对不？哦，迄较早人咧等个龙眼大人，甲头家交代，那几排电话紧卡好个，你看话未？是不是啊？各位，你的不识当中未甲内底拢迄种物件，有一天咱若要往生的时阵呢？哎，你都不要得往生啊！啊，你就放心啦，各位注意吧吼。师父叫你不是讲电视拢卖看，但要适度放松就好，但是不要迷，这个叫做迷，追剧就是迷，这个迷会惨呢。那迷，你的八识田中就会有一种迷失，就会有一种向往跟怎么样追求力。这个向往跟追求力会在你的八识田中产生一种记忆。这种记忆如果在临命中，搞不好你无常什么时候来，你知道吗？师父，我这少年啊，未我搁追记十五年才来修，观察拢第四个，不一定第六，你也去说这句话，是不是啊？无常什么时候要来，你唔知，唔是少年一定诶，无论道理啊，对不？所以修什么面呢？修到百当下。认真爱精进，对哦。无嘛咧做字内底时，两行人，你有当时啊，你听静坐看个。当你坐的时阵，是先扑着讲，等下要来看做字啊，是那无咩了问。那讲等下要看做字先扑个，安尼你要注意啊。安尼八识田中啊，已经安怎无佛号啊，叫各种坎去啊，是不是啊？叫这样一。这寒季啦、露季坎去啊，是不是？安尼危险无啊？修道人要注意啊，远离电视，恁正修会成，师父袂甲恁骗。就算没有办法远离电视，也要减少追剧，不要迷到那种程度，啊，不你修袂成，不你修袂成。今晚有咧追剧无？有啊，骗人，是不是？听师父讲完的时阵，要注意啊，要注意啊，师父袂害恁啊，师父体验啊，师父体会才讲到真大声啊。恁修道人若像做字遐尼精进啊，遐尼认真啊，你免惊，你无得做佛祖。遐做字坐到安尼，坐到腰酸骨疼都动伊。叫恁静坐啊！安尼只要听着就爬起来，有差无差？有差无差？是不是？你若静坐，我著像安尼腰酸骨疼，佫继续坐咧，你连面就好去啊，对吧？会气就冲过啊，是不是？
所以各位，咱这龙华圣会这个道名是道真理真天命真，圣人讲升天应命办理三座归宗，是真真实实如实在人间的实践。龙华圣会人间定果的这个使命，虽然咱求道了，咱所谓道真，咱求道了，咱来认真修道共办，来提升咱的道功，减轻咱的业力。未来会当予咱自在解脱，安尼是修行才有意义。咱都爱认真行功立果，才袂堕落在天道修罗，甚至落在阿罗汉道内底身，安尼就可惜，安尼可惜。有这么好的因缘妙法，咱已经得到；有这么好的这个环境实践，咱已经找到。咱爱自我要求，提升家己，在生活中，在道场，爱不断的修正家己，减少自己的习气，在道中广结善缘，这条路咱才行得通。假咱若做会到这条修行路，咱就好修。这点若做未到修行路上，层层障碍，最后。你若无耐心、无耐性，你就退转，损失的是自己啊！还了解哦？好，时间关系，讲到这来，大家请合掌。来，感恩现任上人母经老庙天明降道于圣人宫，感恩弥勒祖师弘祖大愿慈悲普耀人伦，感恩现圣师尊建立圣人宫，让咱有道可求、有道可修、有道可行，了愿成道。南无阿弥陀佛，好，请放掌声。